意思你俩再重新认识一下了呗，是不是？一直都是那个大号什么二什么菜系呀、啊，小石头。这个是我今天做了一个东北版的锅包肉，糖醋，完了呢烙了点馅饼，欢迎天度啊，馅饼烙的馅饼，吃剩一个了，完了呢。这个是婆婆丁搁宰完的婆婆丁搁水焯的，焯完事儿拌的那个小凉菜儿，也是我爱吃的，是吗？你家哪的呀，强哥？还有那个，还有一道菜，这是我的最爱啊，就是你是东北人讲话，狗逼菜，油炸花生米。野菜必须凉拌，对，婆婆丁，这个时候的婆婆丁哈，吃起来它就苦了，必须呢，搁凉水，搁那个热水给它炸一下子，炸完事儿拌完事儿，带点苦味儿，特别好吃啊，而且咋的，特别败火去火，它比去火药管用啊。对，苦，但是咋呢？我还真就愿意吃，你愿意吃带点苦味儿的婆婆丁啊？你像那个头一段时间，就是婆婆丁刚开春刚出来的时候，蘸酱吃，那个时候没有啥味儿，也挺好吃。那个时候，但是没有啥味儿，知道吧？必须凉水拔一下，对，得拔，得怎么得拔？搁热水烫完事儿得拔。得拔一段时间，要不它特别苦。你像我愿意吃苦的，就少拔一会儿就行。强哥喝着呢，那小石头必须陪强哥走一个啊！来，强哥，第一次来到小石头直播间，小石头那个敬那个强哥一杯啊！完事儿那个先干为敬啊！走一个，必须的。以后咱们就是哥们儿。半斤了，白的哦。那你狠人啊？你自己呀？你自己呀？还是跟别人啊？自个儿就整半斤啊？完事儿了，喝完了，就自己就怼过半斤，够用啊。校尉说啥菜呀，老王？啊，媳妇儿也喝。哎呦我去，那你两口子感情得老和谐了。我也在喝校尉，我去了呢，我这还得陪校尉整一个。来，校尉，媳妇二两，你半斤，你俩一顿七两。哎呦，咋说呢哈？就是说，晚上回家的时候哈，媳妇炒两个也好，还是自己炒两个小菜也好，完事跟媳妇坐在饭桌上哈，哎，聊一聊今天的工作哈。那个聊聊将来，聊聊过去，完了跟媳妇坐着喝点儿，够用啊！来，校尉，还有那个强哥，那个欢迎追风少年啊！来，小石头来敬直播间所有的老铁一杯啊！此时此刻，也在饭桌上问你啥？你问我啥菜呀？你是问我呀，还是问那个强哥呀？我今天做的是锅包肉。东北版的锅包肉，完烙的馅饼，还有凉拌婆婆丁，花生米压货，够用啊，全是下酒菜啊，俩菜全是下酒菜就行呗，俩菜，